接下来继续了，肖邦老师请开始。哎，不行，到我就要讲了，到我就要讲了，停，到我就讲了。지금말해야지미아닌거알고있어요错、啊、等一下，好，等一下，肖邦老师再弹一次。奇怪，啊？我这题真的很难的，不是，都是 Super Junior M 的歌啊，都是你们的歌。他是谁？他怎么了？模样？啊？什么？到底行不行啊？哎！你演的，我操！要给我看。再一次，认真，我们骗我们，认真谈，认真谈。我很认真。小宝老师，你要拿出你的实力啊！哎，好凄凉的感觉哦。五星，是五星，一个五星。啊！哎呦，答对吗？恭喜！哟、yeah! yeah! ，我听一下原曲。不要，哎，你们两个人。So let's go。哎，看不懂，听不懂，不一样。这也不一样，不一样。他是谁？来，我刚刚听，我还以为老师，我还以为我听到，《分手快乐》，分手快乐，祝你。我说，哎，这不是我们的歌。好，再讲一次，全部的歌都是你们的歌 ，OK， 好不好？全部都是你们的歌。好的。现在几比几啦？3-1了，三比一，我们获胜。哦，领先。还有，继续啊！肖邦老师，请开始。哦，幸福一天。哦，耶！我们听一下正确答案。对了，你是哪个？啊！谢谢大家。哇！哇！还要再继续比下去吗？我觉得我们只会侮辱你们呢。不会，没有继续，还要再继续吗？等，龟贤不是太开心了。龟贤对肖邦老师有一点意见吗？对，有人换队。我不喜欢他。他的弹钢琴水平，冰河完全不好。哎，我们这边好像多了一位，哎，对不对？是不是跳槽了吗？来。哎，你的衣服是白色的吧？啊，黑色。什么黑色？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们要团结，好不好？团结，加油，加油！排队加油！好，来看一下下一题。好奇龟贤讲什么？龟贤来，不，一鹤讲，一二三 ，Super Girl， 完成，什么意思？哎，等一下，这有问题，哎，职员有问题，他怎么了？没有。他有什么问题？他有什么问题吗？不一样，他弹得很好啊。我不明白，不明白啊！我이제아니저분의그방법을알았어요이제일단박자가없어요방어를감안하고들으면要注意一下这一点啊！看到没有？我们好不好？一刻已经知道这其中秘密。不是，我跟你讲，哎。既然我们这么多不喜欢肖邦的话，我们有准备道具。哦，听觉得不 OK， 不好，不明白，
打他。好。来来来来。把他的手机给我送过来。另外夹好棒啊这个。夹好好。我来听一下。粗一点粗一点的。菜夹我们听一下下一题。来。我可以菜夹。假发吗？才假发呢！没哎，没没没没，算了，那是真发，那是真发，真的，啊、对，这是真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那么我可以理解你，嗯、对，那是真发，不过你可以拆他胡子，对，好好。老师，小心哦。好，下一题，消防老师，请开始。到了明天。OK OK。哦。啊。哎。哎，追上来了，好不好？我们差点上面。3-4，好不好？五三，好不好？还是领先一分呢。哎 ，OK， 行。最后三题了，好，加油，加油，加油。好，小宝老师。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冷静一点，你冷静一点。小马老师，请开始。好、啊。啊？有明运险。啊！我这个蛮幸运的。来吧，太厉害了吧！他只听三首音乐。哎呦你看这个好强哦他只听三个音乐一直这样啊对他是고백하지만제가피아노연습할때랑비슷하겠죠真的厉害过来人的经验就对了好来很想打哎、欸，你冷静，你冷静一点，我们要赢，我们要赢，我们还有啊，我们还有，还有机会打他哦。不是啦，我们要赢啦，我们要答题目啦，好不好？开始，准备好了，请开始。目前比分4-4打成平手，进行到最后一题时，大家都拼了。